喂，大家好啊，我是马友，今天是2019年8月8日，那我呢就设下了一个新的目标，而这个目标呢就是要在未来这20日里面呢都只是每一日吃1500卡路里的食物，因为在8月28日的时候呢，我呢就要拍我今年第二首歌的 MV 了，那所以这个 MV 呢我很大可能呢是需要不穿衫，所以我决定了在未来这20日里面我一定要超级无敌的减脂，减去我身体多余的脂肪，究竟我做不做到呢？我们即刻睇落去啦。 Two days later， 人生交叉点，现在呢就是8月10号的晚餐，来到 Shake Shack，未決定食唔食住，點算啊？破戒啦！我嗌咗，點算啊？原來一個 single 嘅 burger 咧，或者 hot dog， 只不過係360至300卡路里啫。即係我仲未超磅啊！食完之後，嗱，我哋一齊 search 下薯條啊 ，Shake Shack fries。Oh my god， 咁好嘅 Shake Shack， 睇呢度就好。嗱，我哋嗌咗 regular fries 啊 ，regular 啊，哇，哇！哇哇哇，400多个包哦，系啊，星哦，唔系 ，sorry， 我嗌咗 single 嘅 Shack Burger， 系530，咁多我都仲有剩喎。我真系估唔到我系会破戒嘅咯，嚟到第三日，不过都 OK， 都仲未超过，只不过有少少油腻啫，但都仲系 keep 到卡路里准。好啦，我哋食饭啦，拜拜。The next day， 我头先已经唔小心食晒成个外卖啊。今日是8月11号的第四日，我和昨天一样都是吃了这个三文鱼炒乌冬。好了，现在做运动了，拜拜。 Two days later，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马友，今天是8月13号了，那我都已经不知道自己第几日了，大家估到我早餐是什么呢？唉，不又是 Salmon 乌冬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就感觉上很好吃，还有它有很少卡路里。耶、yeah.呢幾日咧望落去咧，身體嗰個變化又唔係話好大啦。咁不過係正常嘅，因為我真係成世人未見過自己腹肌。咁我都相信唔係幾日嘅飲食可以改變到呢件事啊。希望好快就有結果啦。好，早餐又嚟啦。今日嘅早午餐就係呢一個三文魚荞麦面。今日嘅特別嘉賓啊，我哋拍哎呀蒙歐夫等等。好，咁三分之我食咩？你食咩今日？嗱，我哋咧就食。哇！佢呢個犀利啊！佢唔食得嘅嘢。佢係食 Hungry Korean 嘅牛肉咯，佢仲有呢一個抹茶牛奶啊，好味啊呢、這個。想飲咩？當我唔係減肥嘅時候，我都好中意飲佢，超好味。唉，一餐，拜拜。Much much later。依家是凌晨2点啦，咁我哋听日就拍 MV 啦。我哋听日咧就朝头早8点开始化妆镜头嘅。今日咧特别有啲感触，因为最近睇咗两个好影响到我嘅演唱会啦。咁一个就系 Sammy 演唱会啦，一个就系祖儿演唱会啦。我觉得呢两个演唱会咧，俾到一个好大嘅鼓励我。咁我讲 Sammy 演唱会先啦。点解一个人可以将自己推到去呢一个极限嘅咧？而呢个极限系所有观众都睇到，好似同佢一齐好热血咁一齐去欣赏佢嘅表演。咁但系我睇完佢演唱会去到后台，佢好用力咁样俾咗好大嘅拥抱我啦。跟住佢同我讲啦，佢话佢由我未学跳舞之前，啱啱开始学跳舞，去到依家每一条片全部揿入去 IG 度睇，因为我一开始啲片系真系好好笑，真系完全唔识嘅。跟住佢仲同我讲，佢话。俾到一個少少嘅動力俾佢，其實我係好感動，同埋覺得係俾其實令到我更加有動力去繼續。跟住就係祖兒啦，因為祖兒由佢出道第一個美麗在望演唱會隆重登場，去到佢每一個演唱會我都有睇。咁去到睇佢今次 Pretty Crazy 演唱會，又係令到我一個鍾意咗佢20年嘅一個人，更加令到我要將我嘅作品做得更加好。因為祖兒喺佢嘅表演上面，就算我一個已經睇咗佢咁多年嘅人，佢每一次都會有新意俾到大家。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做呢一行好緊要。咁我聽日拍嗰個 MV 對我嚟講係
好有新意啦，個主題係好特別啦，我覺得。我唔知道觀眾會點樣 react， 完全唔知道，亦都估計唔到。但係我真係睇完呢兩個演唱會之後，令我覺得可以同一大班人做一個作品出嚟，我覺得嗰個感覺係好美好，好三生有幸。今日排舞嘅時候啦，今日算係最齊人，亦都係最 full run 咁樣去排舞，就令我更加覺得我一定要做好呢個作品，我一定要俾更多嘅人去知道《大妄想家》呢一隻歌。我相信可能睇呢條片嘅朋友，應該有某部分都睇過呢兩個演唱會嘅。呢個兩個演唱會唔止影響咗我好多，都影響咗有睇過嘅觀眾好多。雖然我只係一粒微塵，但我希望我都可以帶到一啲好睇嘅嘢俾觀眾。所以希望聽日順利啦！Okay. 看宇宙正对调，世界渐渐疏远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am， 马天佑的新歌的编舞老师。这是第三次跟天佑合作，他这次进步很多，然后也挑战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。然后这次的舞步跟舞蹈的画面都比之前丰富很多，你们一定会看到他的成长，然后也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新的作品。这次的编舞，我们其实可以他在讲说一个男生里面，然后心里住着一个女生，所以舞蹈不会只是比如说男生的刚，然后会带点女生的柔，属于男生的性感的角度跟方向。那我觉得。香港 dancer 其实很优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rvin 啦。咁我系今次有份跳马友呢一个 MV 嘅。咁我觉得三年前嘅马友佢跳舞咧就会跳得少啲啦。咁佢表达嘅时候会紧张啲啊，咁啊僵硬啲咯。咁啊睇住佢咧，有时都会好似好紧张咁。但系今次咧佢就进步咗好多啦，即系佢每一个动作都会变得好自然同埋好 smooth。咁开始流露到嗰个歌嘅表达啦。咁同佢合作，我就会哇，佢都越嚟越劲啦。咁我哋都要入 feel 啲啦。如果唔系咧就哎呀。Hello， 我是 Walkie， 2018年街头健身的冠军嚟嘅。咁今次就用了三个礼拜时间去 firm， 咁呢几个礼拜就开始低弹，咁佢都食得好清噶。基本上每一次都同佢重点操埋个 apps 咁样，咁其实都有一定的挑战性嘅。你可以听到佢真空想，听到佢真空想，向往烈一片雾里做偶像，从来看不清。我啱啱喺度谂紧咧，我今日同埋听日拍完之后要食啲咩？我个心里边已经有一个 list 啦。第一就系奶黄月饼、KFC、Pizza Hut、麦当劳、牛肉干、曲奇饼。我決定要吃他們。我覺得現在好像一個喝醉酒的人，即是我現在那個飢餓的程度就好像一個喝醉酒了的人。我現在很想快點清醒一下，我已經醉了很久了。從來我喜歡不安慮妄想，我喜歡不安慮妄想，你可以聽到他真空想，聽到他真空想，向往烈一片霧。这个简直是纪念这条无限长的片的终极。你看这条片是用了一个月时间去筹备，一条普普通通的 YouTube 片，人家那些拍一个钟剪条片出来，你看这条片拍了整个月。我不是开笑，我想我成世人应该不会有第二次见到 Pizza Hut 是开心到这样。我最喜欢吃的至尊之心批，其实未拍完的，其实就还没换衣服的，但我真的顶不住，我真的要吃一吃先，如果不然我真的会晕倒，我太辛苦了。所以 ，Look at this！ 我哋一齐庆祝呢个 moment， 俾声人听下。加啲闪闪 filter。无论我而家食相几臭样都好。I don't care。我而家冻，吸翻埋先。我想平时啲观众睇住啲人食嘢，一定好想打佢，就觉得哇好无聊条片。我谂如果你由头到尾睇晒，你应该觉得呢一幕好精彩，觉得呢一幕
好似同我一起庆祝紧。嗯，即系可以 set 啲 target 啊目标俾自己试下，咁 achieve 到一件好事嚟噶嘛，系咪？就好似今次咁 ，so 好啦，咁有诚意，快啲 subscribe 条 channel 先啦。嗯，记住拉条片啊，咁啊，拜二同四九啲咩新片出啊？嗯，好啦 ，bye， 拜拜。看宇宙正对调，世界渐渐疏远了，陌生地飘摇，旁人在叫嚣，但等待太无聊，等不到听朝，被妄想滋养了，不要目标。从来我喜欢不安泪妄想，我喜欢不安泪妄想，你可以听到佢真好想，听到佢真好想，向往于一片雾里做偶像。我剛才一裝扮完之後，第一場戲就我一行入去，我就是一個望去好像很開心，我現在變了個女人的感覺，但是發覺原來男主角是喜歡男人的，然後有那種仇恨的感覺，然後掉頭然後走，很生氣的感覺，很複雜這場戲。哇，導演只給了三take我試，簡直是我的處女戲，一來就要來這麼複雜的戲，簡直是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，不是很知道剛剛這個時間發生了什麼事。為了這個 MV 都很多突破啦，咁唔知出到嚟嘅效果係點咧？我自己就好期待。頭先咧，我見到成隊 crew 喺度食 Oreo 嗰條雪條咯。你知唔知？大家知唔知 Oreo 出咗新雪條，超級好食啊！我決定陣間翻屋企嘅時候兜去70去買，好想食。用呢個碌，係唔落裝點？係喎，唔係用呢個碌，但係你冇唔覺嘅，冇咁粗礦咯。不如我呢個碌出嚟宣傳首歌嘛。從來我喜歡不安慮妄想。我喜欢不安泪妄想，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，好，快去睇 White Chicks， 唔系啊，冇睇 White Chicks 嘅朋友真系要睇 White Chicks。Anyway， 多谢收睇呢条成个钟头长嘅 vlog， 收工。